小龙小爷去打啦，有俩几只山鸡汤啊，这是我订的鸡汤。你我袂晓啦，你也是朋友妈三爷，甲小龙食。我订这大鼎的呢，阿宁，你总免讲为着担心小姐的安危，什么物件你都拢食袂落去，安尼身体要哪会堪的呢？你也是贪小啉啦。我袂食。也拢总袂改哩。明大嫂，各地义军有啥物代志，大家拢有伫咧来往伫哩。我即时派人下山去探听大哥甲二哥姚琴因的消息，你尽管放心啦。
多谢马三爷，但我要紧，一直平安无事。藏在水底，藏未落去，才避离开迄个残忍的乱世。然后你家在有当地义军甲这位欧阳公出来，伊紧急的时阵才将阮师弟两个人救离开迄个险地。多谢欧阳公主吼。不感动，在下欧阳义，家属名讳托人，那是义士义军。啊，二弟啊，这个囡仔是什么人？那站在这个分路牌的所在是咧扮啥人啊？啊，大叔伯，阿新的好朋友也收做徒弟。小友这摆是阮师姐名邀请啊。啊！要死啊！要金主，要金主，金米啊！主，金米！咋了？前站落你的什么所在？卡斯老鹰，你乃当相信我了，就专门只等我，以我一个人到前站落救本部。那照恁个看起来，善华公主敢那有什么向善的款？英雄，你乃知影前站落的路是要安怎去？如果为了是相信，就请卖问。老夫绝对相信你，无你单人独马要侵入迄个千丈路的所在，也是真危险。恐惊万一得求爱国奇事，便为你老英雄你一个人的责任嘛。阿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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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代替阮大哥吼，伊甲你答应吼。杰明，你甲恁公主到底囝的人？爱人，爱什么啦？你这个狗囡啊！啊，你唔知迄个本老英雄和插兵安尼规遐尔规身体敢会用上？啊，你若无甲伊斗阵去爱人，是要安怎逃出这龙潭虎穴嘞？
救不了药，还要紧，紧走，紧，紧。丁七王，唔免白费的。前站了，一望打尽，叫我唔通对晒你。原来你是为着要保护因，而且又搁亲自到前站落来救本母。看来你已经决心要背叛阮父王，我也只好倒转去小州，诈骗阮父王上恁爹处死。你的真面目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摆啊！手铐，我要押你去。手铐，你回头看来，就放在那个壁边。你俩这认真搁挂手，敢讲叫我走伊是？走，这个时阵，我若是要赶你走，你嘛会唔敢走？哪里哩？官位未正明啊！See you。
是一定要紧，这是你心目中的骄傲。第二个条件是啥？听讲。第二个条件嘛。穿灯到这要紧你到那个时阵，只要由你来替他收尸了。秋龙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可去爱着一片要紧，我也只好成全你了。来人啊，自从明妖精把我扶出来。伊说落去两顿外寝的陷阱，要哪会袂受伤呢？妖精。要紧。全身拢是伤，也有受了内伤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有提药啊给伊吃，只要好好调养一段日子，就会好。你有啥物要求？一来为着要成全你，二来我希望你会当尽心替阮父王效命啊。Thank you.
郡主，你才是你照计划行事是？无唔对，既然你只个敢去爱着伊名要紧，我就要痛苦一世人。小妹哦，顶一日迄个山顶爬到坎坎吼，伊也拍开啊，看一个面爱国之川呢，啊，到即阵哦嘛，还阁记袂住。啊啊啊！歹势，歹势，啊，是是是。老兄，我想要将你面的面帘甲你加开啊，你无愿意？为什么呢？老兄啊！念少你的话，你不免啊，你猜，必有百分在土塞。何方之我对你是真爱，你的担心又为何来？将莲花用已经干，我今生也绝无。